新加坡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在寒江二里头饰演前警务处副处长李文斌，这一次我要重返警队，继续与郭富城演的刘 Sir 针锋相对，也跟我的儿子李家俊有更复杂的纠结。周润发也以大律师的身份参与了这一次的演出，故事内容真的是非常精彩。寒江二现已上映，请各位一定要到戏院多多捧场，多多支持。